准备个鸡丸，先洗一个冷水澡。今天我们弄个柴火鸡，又像北方的地锅鸡，边边上再贴点饼子当主食。上个月我在外边吃过一回，那个味道让我欲罢不能。今天我们就来还原一下，清洁一下口腔，把鸡丸改刀。这个部位哪个要？地址发给我。先调个面粉，再加点玉米粉，这个颜色就好看。放滴点盐巴，加入清水，滴点点的加。和好之后，盖上盖子，醒二十分钟。阿哥，点火。要得很干。你意思是很出色。冷水下入鸡丸，下入葱姜、料酒，烧开水，准备调料：米食三件套、葱姜蒜，全部切成颗颗。花椒一把，大概香叶桂皮、干海椒。配菜准备有干豇豆儿，在我们这儿形容一个人瘦得很，就叫他干豇豆儿，切成圈圈。泡发好的木耳、干香菇。青红椒、蒜苗叶起锅前放，放入菜籽油，再来点猪油调成混合油，六成油往下鸡丸爆一下，爆干水分泡个荡荡，放入所有草料，再放入豆瓣，继续煸菜做红油，炒香后下入香菇、干豇豆，木耳晚点放，放入泡香菇的水，简称香水。腌没鸡块就可以了，再来点生抽，放入少量白糖提鲜，小火25分钟，时间到，放入木耳，用盐巴调味，手沾点水，扣一坨，擀成饼子，切成海蛎子形状，放一碗在锅里，再焖15到20分钟，时间一到。这个饼子好漂亮啊，我你看。哎。先把饼子捞出来。有锅巴没的。哦，有锅巴就巴适啊。放个青红椒蒜苗，放一点鸡精，再来点香油。要得了，七哥。撒入葱花点缀，放入香菜。一份川式地锅鸡送给大家。就这个地锅鸡，我后几天评论你们要个小红心，你们会给吗？哎，你哦，来哦，我请哦，要得很干。想啥子？想整个包包。猪是先吃了啊，再上个鸡丸啊。哦，这个要配着吃。看那块鸡肉啊。嗯。入味啊。嗯，味道不错。必须啊，这些配菜非常好吃啊，特别是我干豇豆，然后我把饼子下这个菜。今天的主食就是饼子了哈。嗯，就是这个味啊，泡好油，泡好油更有味道哈。干嘛？你加个油，让我加个油。那配菜不错，必须嘛。我这喝的是干豇豆，干豇豆最巴适啊。嗯，这个鸡肉让我闻。但是锅巴吃起更巴适啊！哦，嗯，这个菜的配菜有点多哈，但是这个配菜比鸡肉还出彩一点啊，更入味。这个配菜3元。哦，嗯。哇哈哇哈哇哇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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
哈喽朋友们，今天视频这儿了，若小白我有些风味龙，最近观众们，我是阿炳，我是阿哥，我们明天再见，拜了个拜。